吃烤肉行吗？行，吃啥都行。行，服务员，咱们怎么走到那儿，他们跟到哪儿？我看出来了，他们就是冲咱们来的。昨天晚上的事儿，他们绝对不会善罢甘休了。一会儿他们不会又找你拼酒吧？商场有保安。 谅他们也不能来怎么样，咱们吃咱们的，我给冰冰老师打电话。哎，还是别打了，我不想再把他们卷进来，我现在只想回家，不想再惹任何麻烦。那生日不过了，要不这样吧，咱们回宾馆，我自己过。真扫兴，我本来想好好替你庆祝一下的。 这还庆祝啥呢？咱们正庆祝呢，他们又过来拼酒。也是，退一步海阔天空吧。可是咱们怎么甩开他们呀？咱们走到哪儿，他们不得跟到哪儿啊？ 我有办法了，看我的，大哥，我劝你还是赶紧走吧，那边有流氓正议论你女朋友呢。什么？你偷偷回头看见两个穿黑西装的，是不是正往这看呢？还真往这边看。我刚才在外面就听见他们议论你女朋友，说那话可难听了，我都不好意思学。说什么呢？ 他们说你女朋友的臀部太性感了，看了就想让人犯罪。什么？我劝你还是赶紧走吧，那俩人一看就不是什么善茬。走，那可不行，白白占我女朋友便宜，我得好好教育教育他们。你要干什么？刚刚你们在看什么呢？看什么？ 眼睛长在我脸上，我愿意看什么我就看什么，你管得着吗？对呀，你戴小眼镜，你练得像牛蛙似的，动手啊！贼眉鼠眼，你看你不是什么好人，教教你怎么做人。兄弟，别看你一身肌肉块，我告诉你啊，我也练过。打他！男拳！哎，哥！哥！哥！哎哎哎！哥！ 哥上，哥动手，大哥动手，大哥大哥动手，哎动手，哎动手，哎呀哎呀哎呀哎大哥大哥大哥哎呀哎大哥大哥大哥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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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
你干啥呢？啊！冤家路窄呀！我们没上去找你，你自己送上来了是不？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自来也行。行了，铁哥豪的，你们来呀！我看见你们我可放心了。又想跟我俩耍什么套路啊？这是。没什么套路啊，开车没？开了。钥匙给我。给你干啥呀？我那个失忆的朋友被那帮人给拐走了，快呀！早点让人请下了。赶紧的吧，现在追还来得及，快快快！咱俩要是完不成任务，黑的不得收拾咱俩？你别考虑那个了，这回节骨眼儿，先把人抢回来吧，快走！走走走走走！你说冒充他女儿那个人，他怎么找都他的？那天是节目组给他打的电话，我听说那个主持人小姐是跟他一块儿去的，他会不会知道点什么事儿啊？看来我们得去趟节目组。我看我们还是报案吧。 谢兵一个人势单力薄的，就算追上了，他哪弄得过那伙人呢？这不自寻死路吗？嗯，那这样，我去报案，你们俩去趟节目组，看看库库我那边能不能提供什么线索。那咱们分头行动。是哪个车呀？黑色奥迪。
你是不是开玩笑呢？啊，我这车追奥拓都费劲，你让我追奥迪？那我打电话，我报警，我让警察把车拦住。你给我给我放着！这兵，你是不是整事儿呢？啊，你想打电话报警抓我俩是不是？你是不是要挖坑让我们哥俩往里跳？在哪儿呢？那车呀，那奥迪在哪儿呢？你停车干嘛呀？红灯。违章你帮我交啊。怎么样了？他们把人弄回来没有？没有，听说赵莹被黑色奥迪给带走了，那两个家伙去追了。黑色奥迪是谁？啊，那奥迪是车，把他带走了。我自己车呢？给我出去！我就说了，不能把这件事交给那两个蠢货。大哥，你别生气，我在那两个蠢货车上安了设备，就他们走到哪儿，我都能找到他们。大哥，我一会儿亲自去。一定要找到赵莹，找不到他，咱俩今后的日子永远睡不好觉，明白吗？明白。真的明白？明白，大哥。快去，快去。主持人，哎，到时候评委呢会从上面走过来，您呢从舞台的右侧走过来，我会安排一个机位一直跟着你。好吧，好好，咱能试一下吧。行，来，给我提示卡，谢谢。来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您现在收看的是由白雪公主美妆为您冠名播出的《这嘎的有达人的冠军之夜》，我们等待了近四个月的奇迹马上就要诞生了，下面有请第一位超级达人闪亮登场。刘婷，有人找你。刘小姐，哎，你好，你们是？哎，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冰冰老师的朋友，我也知道你很忙，但实在没办法了，过来向你求助。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就是上这嘎达有达人那个人，失忆那个，他叫什么名？啊，我知道，我们昨天还在一起呢。怎么了？今天中午被两个陌生人给带走了。哦，那两个人呢，应该是寻找失踪者志愿者协会的人，就是他们联系的栏目组才让他们父女团聚的，说是今天给他们送回去，是好事儿。啥好事儿啊，我都调查了，根本就没那么个协会。没有？怎么会呢？他们特别热情地带我们去做 DNA 鉴定去了。那个女儿我们怀疑也是假的。对对对。走走走，快走！今天放假。铁哥，你快点开呀！别催了，我已经够快的了。你好，你好，陆总，不好意思啊，这么晚打扰您了。有事吗？不是您要做专访吗？专访？什么专访？您办公室打来电话说您想在家里做个专访。没人跟我说呀。哎呦，您这么晚了，这是要出去吗？
啊，我刚进门。啊，您看我都来了，要不然您就接受一下采访吧。我今天很累了，要不改天吧？啊。陆总，绝对不会耽误您太长时间，一会儿就好，行吗？好吧，那快一点啊。好，你进来吧。谢谢您。嗯。来，大家都进来吧，快。快点，快点，动作麻利一点啊！快快快，往里走，别耽误太长时间啊！快，好。这都是谁啊？这工作人员。他们车都追上来了。已经接近尾声了，能在总决赛之前采访到您真的非常荣幸。您作为本市的著名企业家，您能不能跟我们聊一聊您冠名这嘎达有达人的初心是什么呢？初心？嗯。啊，我的初心呢，就是想让平凡的小人物啊，能够在舞台上推广大梦想和正能量。嗯。啊，我们白雪公主美妆呢，一直致力于推广正能量的公益事业。我认为这就是我们企业的社会责任，啊，就通过我们的努力，让世界充满爱心。我撞撞了，他拿车撞我们，谁都别想跑。我那个车呀，那是我的车，把我前嘴唇都撞掉了，去死吧！我折了，慢点啊！哎，反正要回家了。你不能带他走。为什么呀？我都请示过派出所同志了，赵总可以回家治疗。你们这医院太小，水平又不行，我要给赵总请最好的医生，最好的治疗。说不能走就不能走，媳妇儿上。哎，别碰啊！你们是不是跟陆鹏一伙要害赵总？我报警啊！再碰我报警。你看着我的眼睛，你看着我，你是不是连我们都不认识了啊？你好好看看他们，你能不能想起来啊？谢冰都被你害惨了，你知不知道？你快想想。谢冰是谁？你们都是谁呀？我们赵总都不认识你们几个，你们胡闹啥呀？啊，不让我走好，我报警啊！你等会儿，你要带他走行，但是走之前，他必须要跟我去见一个人，要不然我们也不会让你走的。见一个人。就是这儿。这是什么地方？见什么人啊？里边就是个孩子，这是儿童血液科病房。为了不交叉感染，你们都不要进去了。五分钟之后，我就带他出来。不行，我知你们出什么馊主意啊，我信不过你们。里边这个孩子要是不进行骨髓移植手术，恐怕都活不过一个礼拜。我们能干嘛呀？在他失忆之前，他俩算是好朋友。我带他来，想让他们见最后一面。什么孩子？我最讨厌你。你忘了吗？你都答应过他们，让他们不再孤单了。你让我带他进去吧，就当是最后的告别，行了吧？告啥别呀？我们赵总不想去，你们干啥呀？五分钟，就五分钟，我就让你带他走。我们也不再纠缠了。我就给你五分钟时间啊，我就在这看着，敢耍花样，我随时打110啊。宁宁，你看看，
这是谁来了？叔叔，你回来了。他这是怎么了？为什么塞着棉花球？这是临时的止血措施。接下来，他身体各个部位都有随时大出血的可能。妈妈，以后好疼啊！我想要爸爸，我爸爸在哪儿呢？你听见了吗？宁宁他在问你，他爸爸去哪儿了？你快告诉他啊！我爸爸怎么了？你快告诉他啊！你告诉他他爸爸怎么了啊！你说话呀！他问你呢，你告诉他呀！叔叔，我爸爸不会去找你了吗？你自己告诉他，他爸爸怎么了？他不是去找你了吗？你说话，你自己告诉他，你哑巴了吗？哎哎，就这种大呼小叫是不？来来来，我录视频。你录来来来，你来，取证，不许拍，起来！我告诉你啊，不许拍，你留下命，听着吗？你摸我是吗？啊，你是不是摸我？是你拽了我手啊！光天化日耍流氓！你摸我？就是你摸我！哎呀！我身上我看着了啊，调戏我媳妇儿。